那我今天穿雷神哈、哦，雷神所有的衣服哦。先来。那我要按下右下角。对。神奇的时刻开始喽！祈愿十次，好不好？祈愿十次，天降金光，雷电将军，一心净土，一抽必中，好不好？要抽喽！一二三，金光。好啦好啦，条梭罗是我们在第一次十连抽抽到的原神角色哦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很开心，自摸到九条梭罗，好不好？酷啦！换 number 抽，因为今天宝可梦香你他抓最多，他抓16只，要不要抽了？大家 ，number 见证奇迹喽！一二三。金光，金光，金光，哇！雷电，雷电，来，我们 Amber 五星抽到金光，但是，我们要的是雷电，雷电，拜托，雷电，等一下，你太小声了，我看到你没有喊出来，来跟我一。雷电，等一下，我那个旁边的你没有喊，继续，来把手举起来，雷电，金光雷电，大家，我们这个主题是叫天降金光，雷电将军，一心净土，一抽必中 ，Amber 抽到金光，但是我们要的是雷电将军，好不好？我们要雷电将军。往下按齁，雷电喔、雷电好，来要一雷电，雷电好，来准备咯，雷电太好 ，Amber 抽到了 ，Amber 好开心啊、喔！然后这次是 Amber 抽到雷电将军，好不好？我们抽到了这个直播带给大家欢乐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刚才在镜头前面和我们一起集气抽到雷电将军，好不好？哇，无奈亚说运气也太好了，谢谢大家给我们的运气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第。没有氪金，对，这些原石都是跟大家一起玩得到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抽中了哈，我真的是太夸张 ，Amber 今天运气好，色尾又多，然后今天抓到雷电，果然呢、欸，运气好就是一直给他连下去啦哈。你就把它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说把它开完，好开完，对，我们把它开完，好不好？雷砖头说：“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面板前面讲喊雷电？没有很多人哦，心中喊哦，开口喊都可以。我来，我们把它开完啊、哦！开完，果然放电音迎接雷电将军。哎、欸，我们放电音呢、欸，放电音哦！在那个雷电将军的门口，对，我们在雷电将军门口抽到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抽一抽。”哦，放电音抽雷电将军，有没有迎接的感觉？有哈、哦，黑枪又来了 ，OK， 黑枪我就可以再精炼它啦。我精炼一次了，再精炼一次。其他的四星的东西。对，就那个啊，刚才那一个啊，那个书本那个就是。啊知道啊。对啊。说这一轮出了雷电将军。对，重点是雷电将军。哟，使用武器是长柄武器哦，命之座。哎呦，这命之座中间是雷电影的脸吧？哇，所以它是从下面这样上来的耶。哇，命之座是一个六角形哦。Oh my god， 六角形，要是以它为人呢，为那个样子。哇，你看。然后我的下方就是我的 UID 哦，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哦。
今年の怪盗祭の目玉、花火大会を楽しんでちょうだい。おー、烟花好漂亮。哎、欸，您光的哎，他也换衣服了。哦，好感动哦。耶，海灯节好漂亮哦。哎、欸，申鹤、甘雨、五星，哎、欸，那是那个是，刚才那个过场是锅巴哎、欸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把它截图啦，太可爱了！等等等等，哦，胡桃，哎呦，有哎、欸，それはいいな。笑，哇，笑，帅，整个气氛，海灯节。娜娜、啊，好可爱哦！她单脚跳台阶，真的小朋友。診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気になさらず。怪盗祭。怪盗祭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哦。怪盗祭を祝して。哇，海灯节快乐，大家！祝喜欢原神的朋友。还有，哦。